消费电子展总是让世界见识到最新最奇特的电子产品。They demonstrated it at the show. The drone will fly around your house. Uh-oh, left the faucet running. 会飞的摄影机可以在你外出时全方位在家中巡逻。消费者在透过手机随时随地监控家中状况，查看宠物状况也不成问题。打电动时情绪激动总是影响到别人，只要戴上这个口罩就能把自己转成静音模式。吸音材质制成的静音口罩连上蓝牙就能在各个场合进行电话会议，而且一切保密。If you find your own bodily functions absorbing, a French health tech company is developing U-Scan. 像除臭剂一样挂在马桶内侧，这款装置能透过检测尿液酸碱值分析用户身体营养和代谢状况，测试数据可以连接到手机 App， 用户查看手机就能一目了然。Yeah, I have optimal water balance. I hope my mother's proud. 由日本公司打造的安抚玩具也十分火热，可爱动物外形还会轻轻啃咬消费者手指，宛如真的宠物一样疗愈。各式新奇产品让民众大开眼界。华视新闻蔡欣成、卢佩君报道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